馒头，你歪个头在那看我看什么呢，宝贝儿？啊，看我换好衣服了是吧？知道出去了是吧？带你们出去玩啊，哦！你看这两个，就跟着我转，扫地机器人早上在那里扫地拖地，这三个小家伙就跟着我转，看我收拾完了，换衣服了，知道准备出去了，是不是啊？等一下啊。等老爸帮我把快递拆了，我的快递到了，拆了以后就出发，好不好？就带你们出去玩啊，宝贝儿。老爸，你晒完衣服帮我开一下箱啊，拆一下快递，拆了我们就出发。老爸在帮我拆快递呢。这是到的两个这个新品啊。然后还有我自己买的这个两件衣服，大家看这个破壁机会不会很眼熟啊？因为这款的话，之前第一代我这边的话是卖爆款的，那第一代的话是600毫升的，然后第二代的话它是800毫升的，这个是第三代，第三代的升级款，它是1200毫升，就是大容量的了。然后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功能啊，功能比以前好像也多了一点。它有这个快速豆浆、浓豆浆、米糊、绵粥、玉米汁、果蔬，还有烘干、清洗，然后还有搅拌功能，还有预约，功能蛮多的啊，哦，这一款。然后这款的话也特别好用，我是觉得它比较轻便呀，你看随手一掂就好了，你看这个这样一掂就可以了啊，很轻便。这款因为之前第一代和第二代我都用过了，都蛮好用的，这是第三代。就是大家庭，就是容量比较大，三四口人啊，四五口人啊，基本上够用的。这是一个隔音罩啊，然后它这款我打开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胆的话是304不锈钢的，很好清洗。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叶片啊，它这个钢刀叶片是10页的，比以前升级了。以前是6页、8页，现在是10页啊，10页钢刀升级了。它这个钢刀多的话，锋利的话，它打豆浆就更细腻一点。这款操作也是蛮简单的，到时候我用一下给大家。然后这款的这个特点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它是可以中途加料的，就是我们这个食物正在做的中途啊，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，它这个顶上的这个盖子啊。你看它这个盖子打开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想要的中途要加的这个食材啊，可以从这个位置加进去，感觉升级了挺多的哦。这款的话升级了的话，但是它价格也没有升级，哎，价格还是真的是蛮实惠的，粉丝价是299，我放在橱窗里面了哦，299，我觉得这个1200毫升还有这么多功能的这个破壁机还是蛮实用的，大家可以去橱窗里面看一看。报红茶姐就是跟客服报红茶姐是有粉丝团购价299啊，到时候我再做一些这个美食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。这个的话是一个七彩叮当的一个便携式的这个热水壶啊，就是我们出门啊或者出去旅行呀，这个可以直接烧水的。你看它的电源在这个下面，很好收纳，就是出门携带是比较方便的。就是好比住酒店呀，或者就是去哪里玩啊，长途啊，带上这个热水壶烧水啊，很方便。你看啊，然后它这个是保温的，这款呢就是可以当一个保温壶。你看，它的容量还蛮大的，是900毫升的，里面也是304不锈钢的，就是比较保温咯。然后烧水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一个烧水壶出去玩啊，都可以携带。出去玩的话，想喝一个热茶的话，这里面的这个开水烧好了以后带上。它这个杯盖的话，直接可以当一个杯子啊，放个茶包，我们就在外面野外呀、啊，出去玩也能喝一杯热茶啊、哦。或者出去旅游的话，你怕那个酒店的烧水壶不太干净，可以自己携带一个。这个这种容量比较大，有900毫升。平时的话，我们当那个。就是，保温杯带出去的话呢，这个电源线啊，把它塞到这个里面啊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它塞到这个里面是平的，一点都不占位置哦。平时就可以当一个这个保温壶带出去也可以，又可以烧水，又可以保温，挺实用的这个，而且材质挺好的，我感觉手感也很好，这样一掂。这个的话我也放橱窗里面了哦，粉丝团购价是299。
如果要买的话，跟客服报红茶节也是有粉丝团购价的啊。这两样东西就跟大家分享完了，现在来看看我买的衣服啊。你看，这是我买的一件衬衣，就是平时的话，我们这里现在有点凉了嘛，早晚就里面穿一个短袖 T 恤，外面就套一个这个衬衣啊，我觉得挺舒服的，它的比较薄嘛，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那么冷啊。我挺喜欢这样的衬衣的，今年就买2件。你看，面料挺舒服，纯棉的。我等一下穿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衬衣，这个稍微厚一点。这个女儿也有一件这个颜色，我想跟她买一件一样的。有时候出去玩啊，两个穿母女装也挺好的，大概格子的颜色是跟她差不多的。这个就稍微厚一点。就是跟我身上这件啊，这个面料一样，就是有点那种，厚棉的那种啊。这个试一下啊，你看我试一下给大家看啊，这面料还蛮舒服的，纯棉的。然后这个格子呢，就是比较素一点，里面穿个 T 恤，我喜欢里面穿个 T 恤，然后稍微天气凉搭一下就可以。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那么冷呢，还是挺热的，但是早晚会稍微凉一点，也还行吧。哎呀，我最近胖了好多啊，肚子都大了，可能前段时间榴莲吃太多了，真的胖了。哎，不管他胖一点福态啊，身体好就行。像我们这种体质本身就是易胖体质啊。我再试一下另外一件啊，这件就稍微厚一点面料。这件也穿得舒服，软软的。我穿衣服一定要面料舒服才行，面料不舒服的不穿。这个颜色比较嫩一点，女儿有一件跟这个差不多颜色，然后我想买一件跟她穿那个母女装啊，有时候出去玩显年轻呀、啊。像我们这个年龄，有时候也要穿一点鲜艳一点的啊，还行，挺舒服的。这件面料稍微厚一点，挺好的。你们看，卷卷想出去玩了。好了，准备出去了，宝贝们，准备出发。你看，一听我说要准备出发了，就马上跑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准备出发，出去玩了啊，宝贝们。